你好，老胡今天给你看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希望这个东西会启发你对即将到来的 AI 为主导的内容创作时代对内容的真实性的这样一个思考。好，大家看这边两个视频。这个视频被认为是油管历史上面的第一个视频，是油管创始人之一发的。这个我在动物园，十九年以前，好，两个礼拜以前，这个博主发了这么一个视频。他讲我真的在动物园。好了，你们看这个视频。 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它在这个视频的说明区里头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描述，讲这个内容是如何创作的，这个内容是使用相机或者其他录制设备拍摄的，什么意思？就讲这个画面，这个内容是真实的，不是 AI 合成的，也不是通过其他的后期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说明信息在视频里面？我们知道，现在啊 AI 工具的推出以后，我们有一个机会。 在视频上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申报讲这个内容是不是经过加工的。那这个视频的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信息啊，它就强调这个内容的真实性。那在说明区里头，油管给你显示这样一个信息，注意啊，这个不是你自己写的、哦，这是油管给你显显示出来的啊、哦。那什么情况下他会给你好像给你盖这个章，讲认证？ 这是一个真实的视频，好，我们来看啊，在油管上面如何建立信任？这个他用的是“信任”这样一个词汇，不是这，你这一方去想了，AI 是不是不可信任啊？那么用 AI 来表现我们想象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幻想的东西，啊，那个是不是有关信任的问题？嗯，这是个更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他使用这个相机拍摄这样一个披露声明，就是有帮助建立信任。在某些视频的展开说明当中，你会。 在此视频是如何制作的这个部分，看到使用相机拍摄的披露声明，这表示创作者使用了特定的技术来验证其视频视频的来源，并确认该视频中的音频和形象内容未经加工啊，所以这是等于讲用拍摄的工具拍摄的拍摄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功能以及我们的这种加工内容和合成内容的相关政策，都是油管为了提高。 透明度而采取的措施啊，方验证技术是这样的啊，如果需要获得此额外的披露声明，创作者必须使用特定的技术，这个技术指相机、软件或者是 APP，将安全的元数据嵌入相关的内容当中。也就是说，你在创作这个内容的时候，你拍摄的时候，这个元数据就已经加到你这个视频里面去了。 或者是这个图片里面去了啊，这些元数据用于验证视频的来源以及视频当中的音频和影像内容是否经过了加工。所以它它在设备或者是软件这个层面上面就已经保证它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没有经过后续的这样一个加工。它要这个技术是呃基于内容来源和真实性联盟开发的内容来源和真实性开放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让用户通过多种方式了解不同类型的。 媒体的内容，比如说图片、视频和音频的真实性的来源，就是说，你基于这样的一个标准，呃，兼容的相机软件或者是移动应用拍出来的视频，拍出来的这个嗯、呃、画面，那么就被认证，它肯定是锁定了，把这个把这个数据啊，呃，原数据加在这个里头，它就有点像这个一个文件的 MD 这个五这样一个编码一样，或者这样一个数字指纹啊这样一个情况，它你一旦改动。 他就知道你这个视频被改动过了啊，它就会损害这个元数据。大概你概念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他讲如何获得这样的一个披露声明呢？在你的视频里头，如果将来要加这样一个东西呢？哎呀，如果需要在展示的就说明当中显示我们刚才看见的，哎，这个样子的啊，这样一个信息的话，创作者必须使用内置的这个 C2PA 的这样一个技术支持啊的。 工具来拍摄视频，这样一来，这些工具就可以向视频文件添加一些特殊的信息元数据，以便确定该视频文件的真实性，就给它相当于是盖上了一个数字认证的这样一个戳，在那里头，在你视频里面，油管会传达呃内容为使用相机拍摄的信息，并在检测此元数据的时候显示相关的披露声明啊，此内容。 也不得包含对声音和内容的修改啊。此披露声明表示，内容是使用相机或其他录制设备拍摄的，没有对声音或者画面进行任何的修改啊。所以你看到这些，你就你就清楚了啊。大概的从概念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为了嗯、呃、证明这个东西是。 没有被篡改过的一个原样的这样一个画面啊，要避免哪一些类类型的这种修改呢？比如说你修改了这个视频以后啊，打个比方讲，呃，后期的。 一些编辑，你你后期编辑能能做哪些编辑？这个地方不是太清楚啊。它大概这个地方讲了几点，呢，破坏来源链或导致无法追溯到视频原始来源的修改。那什么叫视频的原始来源？这个原始来源是不是 iPhone 十八什么型号，然后拍摄的，或者是尼康某一款什么相机？这个是追溯那个来源，就是有那个地方的时间戳。如果你放到剪映里头，剪掉了其中的三秒钟。 或者是我把它进行裁剪拉大了一点，会不会破坏破坏它这个呃这个呃视频来源的原始的修修改呢？不知道啊、哦，你想想看吧。你原来拍了一个十分钟的，然后中间有停顿说废话，你想把它剪掉，你其他留下来的视频其实是你没有动它，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如果在一个一个小时里面的对话里头，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是有人对我这个视频进行了一种剪辑，甚至连顺序都没有。 打乱就是把一些东西从中间剪掉，然后拼成了一个剪辑出来的东西啊，完全给我在那个一个小时的版本里头不一样的东西。我本来是说那个人的好话，变成背后说这样一个人的爆料的黑话，呵呵那个这个算不算篡改了？嗯、按我理解，它应该是篡算篡改。但是如果你考虑这情况的话，那就变成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动。好，这些东西不重要，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解决的问题。我只是讲有这么一种东西，一种技术。 它现在让我们可以去最后被打上一个标签，将使用相机拍摄出来的内容，大家对视频的核心呃属性或者内容，包括声音或图像进行重大的修改。大家你要避免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使得会破坏这个元数据，追溯这个视频来源这些东西。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你拍了一个这样的视频，用的是这个技术兼容的这个相机，但是。 你通过后面的这个修改，依然可以损坏这样一个标签申报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拍了，但是有一些改动，你改动了以后，最后你这个视频里头还是不能给你打上这个标签，就这个意思。目前的现状啊，只有创作者在拍摄期间选择使用了 C2PA。 这个技术的时候，系统才会显示这个。我刚才有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原汁原味？那个视频就是十三分零五秒，就是十三分零五秒，你不能做任何改动。你一改动的话，我我就不认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的？不清楚啊。初始显示使用呃相机拍摄披露声明的原数的第三方，比如说相机制造商啊、呃，是呃提供。 这就导致存在一种风险，他讲，即有人可能会拍摄显示合成内容的另外一个屏幕的照片，也就是说，老胡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后期制作的，或者用 AI 或用各种方式，然后再给屏幕上面显示出来，然后你用这个。 他现在兼容的这个相机去拍那个屏幕，那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时间、地点、的技术参数，所有东西，这个这个相机它不知道它在拍的一个真人还是在拍的一个屏幕，所以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作假可以绕开这个技术系统的，啊，这样一个方式，他讲这就导致了存在一种风险，即有人可能会拍摄显示合成内容的另一个屏幕的照片，由于另一个屏幕显示的图片是修改的，是假的。 因此不符合获得使用相机拍摄声明披露的条件，此问题称为隔离拍摄啊。相机制造商将继续开发检测措施来预防出现隔离拍摄的问题。诶，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这个问题很多啊。呃，所以我讲今天给你报告的这是个有趣的东西。那我是怎么解读这样一个东西的呢？AI 这个。 内容创作活跃起来以后的话，很多东西你其实很难界定它是真的还假的啊。数字人定制的数字人，直播间里头你看见那个老胡，你不知道他是真老胡还是一个视频的播放啊？或者是我这后面放一个大电视，然后前面一个相机，我那个东西呃数字人那个录像我放在那个大电视上面，然后那个相机拍到我这个大电视，我不让你看见这电视的边框啊，我拍的，然后直播出去。 那什么技术让大家知道这是真的？老胡在此时此刻在直播，还是讲他在直播一个假的东西？那这个问题，油管现在在这个时候干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们，这可能是将来在平台上面对于内容的真实性的一个挑战。这个问题现在暂时还无解。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认为，我现在在看见的。 画面里头的是真的老胡，还是数字人老胡，还是假的？这一点在将来 AI 时代横行天下的时候，我们不谈它的 AI 的好的方面，就是在内容的真实性的识别这一点，我觉得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并不是讲数字人完全没有用处，而是讲有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打开油管的时候，他想看见一一大堆人，看起来是人的，其实不是人。 但是他想这个时候跟一个真人去互动，看他的节目，能够打电话进去，能够跟他跟他交流。将来平台上面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会出现，希望就是说你一看见老胡的视频，不管直播还是录像，这旁边有一个有一个标签讲这是个真人，然后你就愿意看这个视频啊。如果讲不是真人，你可能就是看的可能性立刻就下降很多啊。有一批人他会。 只看真人不看机器人，他会讨厌所有的这个数字人做的节目。那我讲这个一批可能是百分之三十的人，比如说百分之三十的人现在有二十六亿人，百分之三十二十六亿乘百分之三十是多么大的一个观众的群体。那么将来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厂商或者技术在这个上面识别啊，讲这是个真人还是假的人，或者讲你用我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做，有可能哪些公司专门会推出这种相机，讲你用我这个去拍。 就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种剪辑这种问题的话，有可能你在它相机上面的厂家提供的那个剪辑，它就完全可以识别，就是说你可以进行编辑。 对吧？你再把它导出来放到剪映里头，它就会损坏里头的原数据。所以将来从相机相机厂商提供的这种编辑软件的话，它就能够在导出的那个时候给你打上这个数字指纹，讲这是真人，这是真实场景的这种拍摄。诶，那谁做的最早，谁做的最好的话，也许那个生态。 就很容易建立起来，对吧？所以讲，今天这个呃信息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哎，我们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子，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规划我们三年、五年以后的这个内容，大概会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是怎在什么地方来着力啊，来培养自己的、训练自己的这样的核心的技能，使得我们能够提前的准备。 要不然，在今天这样的省人人都喊 AI 的时候，觉得无所适从。但是有很多很多场景，我可能需要一个真的人来跟我的互动或交流，或者我听一个真人跟他说话啊。这就是老虎今天的分享，大家看过后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谢谢，再见。